为了不让它降下来，我就赶快跑去睡觉，然后就肥得跟猪一样。那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？恢复得怎么样？我现在身体状况都非常的好，连那个指数都怎么？我现在指数都在正常，我们指数要小于5，我现在都是一点多，等于说没有肺癌的人的指数了。对，都是没有肺癌的指数，但是我现在还有在打免疫。OK。是因为我的医师不敢放手，他觉得肺腺癌一转变他是很快的，然后重点是有一个原因是，我跟徐医师讲，我就是那个领保险靠保险生活的癌症患者，所以本身我其实已经痊愈了，可是我有一个自私的心理，就是说我必须要去住院我才能领到保险。所以我现在每次去住院我都跟医师说，你让我礼拜六礼拜天进来里面度假，我都说我是去那边工作，一个月去工作个4天5天，就这样。那现在会就是常常接触蔡氏心法吗？我常常我几乎无时不刻都在听有声书，有声书一个月才329，我随时在听。我跟你讲，我听了有声书之后，我人家说因病入道，我跟你讲，佛法跟道教的那些讲的什么什么扑朔迷离的东西，在蔡氏心法里头很简单一句话，就是你把心里头的负能量放出来，你的心态改变，就这么简单。